玩具 TV 第十八季第三集，今次終於到呢一個女性向嘅朋友致敬，唔係係女性向嘅作品啊！女性向嘅作品好，要介紹嘅就係千隻鏈。今次我覺得係一個奇葩，奇葩嘅意思係我完全諗唔到佢夠姜會出魔法騎士。但其實千隻鏈個品牌有時佢選擇一啲動漫嘅取向，我覺得係。即係佢一路專攻緊呢個類似九十年代嘅一啲機械人類嘅嘢啫。咁、但係你會見佢個別有啲角色都幾偏，即係例如破刃之劍佢都做㗎。係。咁破刃之劍仲要唔淨止出，即係第二形態、第三形態、第四形態。咁啊，唔知佢會唔會出之後第五、第六嗰啲咧？因為佢之後又跛咗隻手，跟住揸個十字弓咁樣噶嘛。要出，我諗都要真係有翻動畫或者新翻嘅支持。支持但其實佢嗰陣時嗰部動畫都好正。係啊，我哋好正，極正。佢打嘅所有或者係佢就算攞 3D range 出嚟打咧，係好正，好有重量感打落去，所以勁好睇。同埋你到今時今日睇翻嗰套嘢，完全係仲係站在動畫中嘅。是啊，其實包括佢個故事都正，但係我哋冇錯，我哋翻嚟呢度，咁啊，都係要講翻動畫，因為本身大家即係中意 Clam 或者中意呢套作品嘅朋友都知 OVA 啦、漫畫咧、動畫咧，乜都齊，所以即係個受歡迎程度都唔低嘅。咁我自己咧就以前就喺亞視就睇動畫啦，咁嗰陣時就即係間唔中啊睇到一集，睇唔到一集。我都係啊。係啦，睇睇下就覺得哇啲機械好有型，但其實佢好即係機械人出嘅集數係好少嘅，就主要講主角嘅，就三個女主角咁樣樣啦。咁就之後人大啲就走咗去睇漫畫，但係發覺原來睇漫畫咧係一啲都唔好睇嘅，點解咧？漫畫的劇情是沒有劇情的，因為它分前部後部的嘛，頭三本是的，它前三本基本上沒有劇情，異世界，然後打完基本上打所有敵人都是秒的，秒完之後立刻就成長，因為它有穿套會成長的盔甲，揸住把會成長的劍，就是快閃完人家之後就再改一改，哇一些類似即係美少女戰士變身的場景，好誇張！佢差不多同一期之內可以見甲變三次咁樣樣嘅，咁你就會覺得哇呢套嘢咁快嘅，其實佢都幾辛苦嘅，佢咁設計完套甲一集打完一個之後即刻就變曬，仲要係一變係三個一起變嘅喎，唔係話我打完佢我變佢唔變，係大家升靚嘅，係啊冇錯啦，所以。好快的，它整個節奏都很快，如果有興趣看一下，即可能來幾次的話都可以看一下的，不過而千隻鏈的這一款呢，其實我想它就比較傾向動畫的版本的機制，因為漫畫裡面呢它是很圓的，即很多位置就沒有那麼多的棱角線或者是一些比較漂亮的線條，因為漫畫的設定是都相通之差錢，不過我又講多一點，本身其實真的漫畫來講呢，他哋就住呢個我叫做機械設定啦，我覺得叫成功噶啦，同埋即係我最欣賞，即係唔係淨係話魔法嘅騎士啦，即係可能小圓啦，我係好中意佢啲作畫係好有插畫風嘅，特別是譬如話我講啱啱星咧嗰啲咧，佢成版嗰個構圖咧好靚。就風火水一人一個，然後扭落個身度，係好靚嘅，哇！真係好勁，所以真係如果中意漫畫嘅，即係其實好坦白講啊，我睇魔法騎士係睇畫工多嘅，佢啲古即係唔好介意，即係可能有啲更加 clam 嘅死忠咧，我都真係要講，我覺得個故事性係比較弱，但係個畫面特別係個構圖咧，即係到而家都係頂級。你咁講都啱，即係我而家，因為我早幾日翻睇，其實我都覺得佢某啲畫，因為佢成版都係畫一兩頁夾嘅，兩頁拉頁，係啦，佢變夾啊，或者把劍變嘅位置，其實佢係畫得好靚嘅。嗯，係你咁講就啱。嗯，好啊，咁啊，真係講翻件嘢啦。係啦，咁呢款咧就係亦都係 Realbot 系列㗎啦。咁佢呢一款嘅炎之魔神啊，即係雷亞斯啦。咁雷亞斯呢一款咧，咁千隻鏈咧就同一個叫福加猶太嘅原型師，即係嗰位原型師去幫佢做嘅外形啦。咁然後加埋千隻鏈嘅策展。福加猶太先老師係之前有啲咩作品？我都唔知啊，其實我都係睇個盒嘅啫。我認真即係我自己孤陋寡聞啫，我就比較少有印象。佢有參與嘅作品，當然如果真係鏡頭前有資料嘅，不妨打埋落去，等我哋學下嘢。好喎、啊。
咁啊，嚟到呢一款咧，亦都即係可能大家當其時最驚豔嘅就係佢嘅火嘅 pass 啦，亦都係可以喐咁樣樣。哇！呢、這個真係賣點嚟。係啦，咁然而咧，個另外咧，仲有佢係有用到合金嘅關節嘅。係啦，咁我哋而家即係除咗合金，好似嗰個盒個 size 係四，即係呢個型 size 比較厚實啲。其實比較傾向佢以前千隻鏈，即係可能嚟佢做破人之劍嘅時候，個盒係正方形。係。咁然後都係厚啲，不過呢個整體就大咗好多。嗯。係啦，咁然後去到做邊款咧？初號機佢都係用類似嘅島嘅。係，不過正方形薄好多，咁樣幾靚嘅。不過當然啦，本身真係話大家一陣都會留意到，Way Earth 嘅配件咧。真係某程度上係妹仔大過主人婆，勁抽，係啦，開波，好，咁我哋而家就嚟到睇睇呢個 Ray Earth 嘅主體啦，係啦，誒轉一個靚圈俾大家睇啊！咁主體嘅部分咧，即係正如我哋方才所講啦，佢係比較傾向一啲動畫嘅設定嘅，有好多嘅棱角線咧，佢就用咗新嘅方法去演繹啦，就同漫畫唔同嘅。咁佢主體上面咧，你會見到佢依家係一個冇發出火焰嘅狀態，咁但係佢本身喺作品入面應該係一出場就係不嬲都係有火，一路都有火嘅，同埋只獅子都 Q 啊，只獅子係只獅子 Q 好多啦，就唔係佢依家，佢係狼嚟嘅，狗啦，即係佢本身係講司堂光佢閃光啊嘛，咁所以佢就係有啲混合少少，因為佢頭上面呢個係一隻動物嚟嘅，咁但係喺漫畫入邊好明顯咧，佢一個類似狐狸啊狼嘅頭嘅，咁去到動畫嘅時候就。執咗個樣就贏咗好多嘅，哇爭好遠。係啦，但係佢有少少傾向，可能係有啲似馬之類咁樣樣嘅狀態嘅。不過就咁見，呢一隻 Ray Earth 佢本身情報量都冇乜特別，係佢就唔會話喺甲嗰度會再花多少，即係花多啲黑紋啊，令佢即係當然啦，有辣有唔辣嘅。咁啊，望落去就圓滑啲咯。我諗佢想保持翻佢 classic， 因為始終有時唔係每個人都會接受話一啲比較重嘅魔改。咁有時千隻鏈去改一啲嘢嘅時候，都幾恰到好處嘅，即係執得嚟又有還原翻啲當其時嘅風。因為我自己都唔係太中意話，即近年有好多魔改就將佢全部拼曬啲菱面、菱角面上去，幾何圖形砌上去隻嘢度，然後。不斷咁加黑線，係啦，即係再爆夾，我就瘋狂提高。對我嚟講就稍微有啲過火嘅。咁喺呢款上面咧，你會見到佢嘅用色就係紅色啦。咁好多人都會關心話，個紅色係啤色定係噴色嚟啦？咁以我粗略嘅觀察啦 ，OK， 粗略嘅觀察嚟講，佢係一個噴嘅紅色嚟。對咗佢成粒幾兩粒鐘，望下玩一陣啊，係啦。咁你會見到呢啲紅色嘅部分咧，即係明顯睇到佢係噴色，咁而且佢係比較光身啲嘅，係好靚，係啦，好似焗漆咁樣個感覺，係有啲似焗漆嘅。咁金色嘅部分當然肯定係噴啦，咁但係個金色咧，佢都幾得意嘅，佢用起嚟咧，可能呢邊比較明顯啲，佢有啲閃粉，類似一啲金沙色嘅效果喺入邊嘅。咁你轉咧，因為個閃粉嘅關係咧，你會見到可能有啲唔同嘅漸變色，係啊，會急深淺色嘅會見到。係啦，咁佢用色上邊就好細心。咁而你會見到佢呢透明件嘅部分咧，佢表面就做一個透明粉紫色咁樣樣啦。咁又內側咧，佢就有做翻一個噴銀嘅反底。咁但係佢個銀色都係佢用一啲比較粗沙啲，你會見到有啲微粒。咁但係喺一個表現動畫的時候，我就會覺得它有些味道喺。佢全部都是透明件嚟嘅喎。係啊，透明件，它特登分拆了一些透明件嘅。咁而甚至乎個額頭呢度有粒好細嘅珠咧，其實佢係呢個應該係分咗件嘅，喺入邊裝翻出嚟嘅。哦，係啦，佢就唔係話喺入邊突翻出嚟。感覺上是因為它的位置很深，而且它周圍的線也很清，可能是它特意分件再裝出來。它的馬頭對眼呢都是透明分件的。是喔、哦啊、所以很仔細的都是喔、哦、正、啊、因為它本身根本都啱嘅，它本身挑通了都用一件件在 後面突出來。是啦、啊、它的顏色上面其實是很用心，甚至乎去到腳下的部分你會看到它腳趾呢很多時銀色，即大家會用啲比較現實啲，可能啲鋼嘅顏色啦。你會見到佢一個珍珠銀嚟嘅，係啦，的一個白銀色嚟嘅，可能係佢想做翻一啲即係動畫感嘅感覺啦。佢額頭嗰個冠嗰隻銀色同佢腳都唔同，應該係一樣嘅，應該係一樣。佢好似望落去呢個係實好多，呢、這個有少少，唔知係咪特燈光問題咯？望落去有少少個曲面嗰個關係，即係珍珠嘅感覺，係啦。
咁就主體就大約係咁多啦，但係顏色上我覺得選取幾好。不過睇到實物嘅時候咧，會同當其時睇官圖有少少落差，就係佢官圖因為個用黑底，而且個環境咧有啲 mood shoot 啲，就會用啲比較幽暗啲嘅方式拍埋俾大家睇一睇。我又覺得唔算係照片嘅，咁但係唔係照片，但係個環境本身都幾差嘅，係。咁個主體就會比起官圖嘅時候稍微亮色少少，即係包括金色、紅色都好。都是比較亮色的，咁我覺得就係主要係個影嗰個環境嘅問題。咁出到嚟實物亦都好好嘅，佢揀色都好好嘅。咁嗱，我哋嚟到睇完主體啦，咁一陣間我哋睇可動。咁我哋而家又睇睇配件。OK， 好，咁啊麻煩可以影翻低少少啦。Yes， 係啦，咁配件咧豐富，勁抽啦，勁抽啦。咁然後咧，劍咧就有佢本身嘅鹽之劍啦，係啦，一把實嘅鹽之劍啦。咁呢、這個呢、這個部分呢把劍應該係同司徒光本身本人揸嗰把劍係一樣款嘅，冇錯。咁而呢個官咧就起初嗰陣時係一嚿過，咁然後佢每進化一次就爆多一塊出嚟。一開頭啊，係啦，呢、這個一開頭出兩塊，跟住之後就出埋後邊就四隻腳好似蜘蛛咁樣，咁然後最後就出埋呢兩隻嘅。咁你會見到佢呢把劍嘅用色都上得好細心㗎，佢每一粒珠粉紅色啊呢啲細細粒嘅全部都有做翻啦。咁劍身上面嗰、嘅銀色咧，其實都係同翻個身體呼應翻嘅。咁佢就有啲閃粉啦，你會見到有啲閃粉啦。啊，佢都係無論佢身體個金色同個劍嘅劍身都用嗰種閃粉嗰種金屬色。啊、我諗可能係因為始終 Clam 嘅，可能係咪佢一啲用色上色嘅時候係用一啲類似粉彩嘅嘢咧，上起嚟會有啲點，就有機會係咁樣，或者係佢本身原型師嘅個人演繹咁樣咯，咁除咗、這個、精彩咯，係啊，咁除咗一把普通嘅鹽之劍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個呢、這個特效毛嘅鹽之劍嘅，就變咗一把火劍咯。係呢把好靚，真係好靚。咁你見到佢做嘅火咧，有樣嘢好好嘅，因為其實好多之前玩好多嘢咧嘅火咧都唔會話噴得好光靈嘅。咁佢呢把嘅火，你見到成個光度係好正，係帶翻出火嘅感覺。同埋就係、是、佢最可怕係嗰啲邊咧，係用一啲深色嘅方法處理咧，咁變咗成把劍嗰個造型同埋即係嗰個外觀都靚好多。同埋而家我哋夠光打落去咧，望翻側跟嗰、那個，好似著咗火咁樣嗰個。呢啲特效件再加埋適當嘅燈光咧，完全做到火嗰種感覺。係啦，所以點解頭先我講話妹仔大過主人婆咧，就咁解。咁然後佢呢把火劍咧，因為好多時咧，做一啲特效件嘅話咧，你會見比較多人會去轉用 PVC 去做啲武器嘅。咁但係佢呢把劍咧係硬嘅，係、哦、啦，係啊。咁佢就應該係可能用即係咁透明嘅話，可能係用一啲 PVC 啊之類嘅。咁即係話佢用佢畫呢把武器嘅時候好花心嘅，因為點解咧 ？PVC 咧有啲扣帽嘅地方咧都可以拉到出嚟嘅。咁但係如果要出一把純硬嘅劍咧？咁佢就要喺個圖上面就花好多功夫將佢畫成可以出帽啦。咁而畫得嚟之餘又能夠出得到咁嘅樣咧，其實係好花心機都跌唔跌得嘅，係同普通劍一樣係唔跌得嘅。就算呢把跌落地下，我諗都係咁先嘅。呢啲位好易嗨啊！係啦，所以其實呢武器就所有玩具都唔跌得噶啦。咁啊係咩？哦，系噶，呢一阵介绍嘅呢一个系可以跌，系我哋睇价位啦 ，OK， 系啦，呢啲比较 fine 啲嘅玩具系最好唔好跌啦 ，OK， 咁然后咧，除咗剑之外咧，佢亦都有阿尼斯嘅爪盾啦，咁爪盾上面嘅颜色都呼应翻本体嘅，系，另去后边睇下咧，系啦，咁佢你见到上面呢度有啲刺咧，佢系特登再拆件将佢装，因为好多时有部分公司可能会因为呢啲咧就好细件啦，就唔会。太拆件去做的話咧，佢就會將佢拉一個出帽，就會可能拉直跟住出帽。咁佢呢個咧，你見到特登拆翻每一片係斜嘅，咁啊呢啲就好有心機啦。咁嚟到入邊咧，佢亦都有再加多個，即係做到一啲女打嘅設定啦。我估原本漫畫或者動畫應該冇一啲咁樣嘅，冇咁深入嘅設計啦喺入邊嘅。咁佢因為想個盾能夠裝到喺手上面比較穩陣啲咧，佢甚至乎呢度咧特登加多節手俾你嘅。咁佢呢個係 fix 咗噶啦，就拆唔到出嚟嘅。咁但係佢有個可動啦，即係可以轉啊，可以擺動啊咁樣樣。咁亦都有翻另外仲有一粒手波珠喺度嘅，係啊。咁包括埋呢啲，一陣間會講到咧，呢啲都可以喐嘅。咁啊，同本身嘅手一樣啦。咁呢個盾之後都啱，因為佢本身如果你個盾要有翻一定嘅可動性咧，呢一個關節係必須。係啊，冇錯啊。
咁嗱，嚟到呢度咧，就睇比較勁啲嘅嘢，就係話，即係除咗把劍之外咧，其實佢背脊咧，佢有兩個噴射口嘅，即係睇翻呢度咧，佢背脊咧就有兩個噴射口嘅。咁呢兩個噴射口咧，就喺原設嗰度，即係本身我哋應該咪就冇見過佢唔著火嘅狀態啦。咁其實咧，原來佢嘅火咧係喺呢兩個噴射口度出嚟嘅。咁佢呢兩組就係一個換件咁樣樣啦。咁你以為佢換件就係咁裝落去啫嘛？但其實唔係嘅。佢呢個換件咧，佢本身呢度咧有個單軸，佢可以咁樣左右擺啦。哦，係啦，咁樣去左右擺啦。咁又除咗左右擺之外咧，佢呢個咧入邊亦都有幾個單軸可以咁樣合埋，可以合埋啲火嘅。即係呢個係類似向前噴啦，咁然後做翻一對翼嘅狀態啦。咁甚至乎呢啲位亦都可以有另一種嘅走勢嘅，好勁抽。而佢去拆呢啲部分嘅時候咧，係好唔養眼嘅。咁你以為本身收得好靚啊？係啊，係啊，你講我唔知添。啊，真係睇唔到啊！其實我都係拎上手嗰時先發覺。幾曉喐嘅咧，幾驚嗰剎那。跟住嗱，你以為佢做咗一邊咁複雜，另一邊都會係一樣，淨係對稱啦。但其實唔係嘅，佢另一邊係全個都係新造型嚟噶，唔同樣嘅。兩邊完全唔同。是啊，这是全新造型来的。那跟着之后呢，除了这两只翼啦，那其实它头呢后面呢都有个类似胶加胶的头发啦，的火的头发啦。那这个都，即是你就这样看都是以为它住的，但其实呢它这个是装在身体的部分，后面这里呢又有个左右摆的轴啦。跟着之后甚至乎它火这里可以打开。哇，咁然後就亦都可以擺上啊！真係膠加價喎，擺上擺落啊！呢個如果擺落膠加價度幾好玩嘅，係啦，都有咁樣樣玩嘅火嘅，佢哇真係好勁抽嘅，其實呢啲咧係好蝦人做嘅嘢嚟嘅，因為去拆呢啲要拆得靚，而佢又能夠出到武咧，係能夠令到你嘔心瀝血嘅，所以同埋係硬嘅喎，唔係 PVC 喎，大佬。係啊，而且你會見到佢每一件嘅火嘅噴色。噴油包括埋佢啤件咧，即其實咁厚嘅件，好多時入邊有機會會啤到有氣泡咧。佢係我啊睇唔到有啦。咁然後佢噴色都好均勻，好靚仔，即邊就有飛槍深色，中間就淺色咁樣樣。好，咁我哋嚟到真係去翻主題啦，睇下個主題啦。咁我哋暫時就睇睇個可動先啦。咁有樣嘢要注意嘅，大家如果將佢企落，因為點解我頭先擺落座咧？因為你將佢企落地嘅時候咧，我哋之前都有講過膠加架嘅，佢亦都係膠加架嚟嘅。係啦，冇錯，佢呢個腳趾咧，其實都係膠加架嘅腳趾嚟嘅，即係嗰個方式。咁而拆件係一樣噶啦，咁一拖就 KO 噶啦。係啦，冇錯啦，佢呢幾個尖位咧，亦都話係昆霸嗰種啦。咁呢幾個尖位咧，佢主要係著地點嚟嘅。如果你喺呢啲台即係有少少紋嘅話，去推移佢咧，你嘅油漆係會需要自己補翻，係啊，你嘅功力你就可以選擇補油啦，又或者係只能夠應一聲倒霉啦咁樣樣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就睇睇個主體嘅可動啦。咁一啲部分咧，就例如頭嘅可動啦，一啲抬頭。咁抬頭咧，我個人嚟講，我就發覺佢係比較少啲嘅。咁佢受制於背後嘅呢啲件咯。咁亦都佢本身有個細嘅領仔喺入邊嘅，咁所以佢揼都合格嘅。佢個抬頭係比較低啲，但向前揼係 OK 嘅。咁你會見到向前揼係好啲，係啊，因為佢抬頭佢只有下半部裝身體嗰個嘅關節，即係裝下方。咁上方咧就有個水平轉，但係就冇抬頭嘅，咁所以就爭咗少少。咁頭嘅一啲左右轉啦，咁你都會見到係主要靠個下頸嘅部分啦。佢上面都有啲。我都小心翻佢只，我叫耳仔都頂到兩邊個護甲。係啦，咁佢如果你擔心佢頂到兩邊嘅護甲咧，其實佢兩邊嘅護甲咧係用咗一個好巧妙嘅方式。佢呢度咧係有一個雙波頭嘅關節嘅。咁佢有咩事嘅時候咧，佢就可以自己彈開。哦，係兩個波頭嚟嘅。咁所以你話你驚佢撞會炒，咁佢又唔會嘅。你見到佢呢個係好 free 好自由嘅，你中意冚住佢面都得嘅。係啦。可以咁樣都得嘅，係好玩嘅呢個。咁而我都比較少去見人會咁樣去拆一個領嘅，咁但係佢又拆出嚟個效果又幾好。咁雖然佢用兩個波頭啦，咁但係佢裝喺正面，即係例如你將佢配翻上合適嘅位置嘅時候咧，你喺正面咧你睇唔到㗎，遮曬。係啦，遮曬嘅。咁若然你咁樣偷偷地喺呢度望一望嘅話，你就會見到少少咯。咁但係喺玩嘅時候或者去影相，我諗都 OK 嘅。咁頭嘅部分就咁多啦，咁然後咧就到手臂啦。咁手咧，佢
呢兩個膊頭你都會見到比較大啲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個膊頭咧其實正式嚟講同個身體就唔係話好撞。咁你都見佢好多位。咁佢上面一個波頭啦。咁另外入邊咧呢度咧可以向外拉出嚟嘅。咁向外拉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見到佢呢度入邊咧其實係有個雙關節再加個波頭嘅。咁呢個部分係合金嘅。咁就可以放心啲，就俾啲力玩都 OK。係啦，合金嘅。咁甚至乎粒波頭同支棍都係合金嘅，咁應該就可以比較食力啲玩啦。咁除咗呢啲部分之外咧，其實佢連個裝喺個膊頭入邊，嗱呢個咧就應該係經過個膊頭嗰條柱再插圈喺中間，跟住之後再插落個身體度嘅。咁呢個圈咧，亦都可以有相當嘅擺動嘅。呢個設計好靚，呢個正，呢個正，因為佢呢個頂咧，佢跟翻嗰個形狀啊，跟翻個膊頭本身，個圓形嗰個 shape， 係啦，佢跟翻個圓形，咁所以佢出嚟個效果咧就好好，就冇乜太大違和感咁樣嘅。咁呢個時候亦都可以裝翻翻去啦。咁另一邊咧，亦都係同樣嘅做法，可以向外拉。咁除咗呢個之外咧，咁即係之前話個夾可以進化啦。咁其實佢由第一版進到第二版嘅夾嘅時候咧。就主要就是它的外甲 Ricky 外甲呢就可以向下褪的，而它在這個版本的時候也有做到它可以向下拉吸。我想起奧津，是的，我也想起奧津這個就是五星物語的設定奧津。然後來到膊頭甲，這些收起來，其實短身 我就會覺得好看一點。看回個手的可動，手呢因為嗰個膊頭嘅關係，可以喐到咁樣嘅關係咧，咁其實手咧本身係就冇乜障礙嘅，冇乜太大障礙。咦，翹手都應該得喎。係啦，咁除咗話抬手之外咧，其實你會見到佢身體呢個部分入邊咧，亦都可以拉出嚟啦。咁去做一啲翹手嘅問題，即刻變咗螺旋岩嗰啲都動作冇問題嘅，翹手係絕對冇問題嘅。咁除咗翹手之外咧，佢亦都係可以向上抬嘅。向上抬都冇問題嘅，咁佢喺個可動嘅部分上，佢一啲拆件咧，你會見到佢係補曬啲穿崩位嘅，甚至乎咧，佢有樣嘢好温馨嘅，咁佢為咗令到呢個罅位咧更加少咧，你會見到佢金色嘅呢一件件咧，搖緊嘅呢一件，佢拆咗一件嘅。當你將個膊頭向上推嘅時候咧，試下先啦。咁你會見到嗰件金色件咧係有少少拉動嘅，咁但係佢就補咗啲位置，令到佢唔穿崩嘅。它不是補很多，但是就已經整件事差很遠。是的，如果你在背上就會比較明顯一點，因為它呢將膊向前拉的時候，背的這一份呢它就會跟著動、它也補了那個罅位的在裡面。這些是很細心而且 是很用心來去做一件事，就是厲害，只能夠說厲害。手的水平轉，就是上臂的水平轉，這些基本的。咁我哋睇完啲基本嘢之後咧，又睇翻啲勁嘢啦。OK， 咁嗱，手嘅關節咁一般大家就好明顯啦。呢、這個上面一個關節，下面一個關節，咁雙關節啦。咁雙關節好正常啫。咁但係咧，佢做雙關節嘅時候咧，你會見到點解呢個後邊有個軸嘅咧？咁佢前邊一個係單關節嘅軸，後邊一個軸係攞嚟做咩？佢係令到入邊有一份手踭喺個上臂嗰度咧，就拉出嚟，然後形成翻一個手踭。型出嚟，哇！這個真心勁啊，勁！因為平時一般咧，如果我哋需要做個咁嘅手踭咧，好少可會咁樣去分一件件嘅，會直接將佢轉入去。但如果佢要做一個咁尖嘅手踭咧，上面呢件咧就會凹咗入去嘅。咁所以佢就諗咗一個方法，將佢拆開咗後邊打多個單軸，喺回位嘅時候咧，佢呢一件就會推翻，你見到佢打翻開，向上打開，撕翻入去。哇！好 smooth 喎，成個動作都～即係呢啲係細心咯，而佢好用心去諗翻點樣令到一個手踭可以好靚仔咁呈現出嚟，呢啲係真係細心咯。咁而下面呢個骨甲咧，亦都可以推翻埋佢嘅，咁就呢個就要手動啦。如果去到鐵機考就應該係自動嘅。咁分翻。唔係 real board 都唔係流嘅。real board 都唔係流，但係呢啲位都好勁啦。不過如果佢若因為尺寸上咧，佢做唔到咁多嘢。如果想尺寸再大一點，其實它可以甚至乎這個都自動的。但是它不能夠自動的原因也有另一個的，因為它的手呢除了說向前轉之外，其實它還可以水平轉的，前臂的部分也可以這樣去水平轉的。哇，又做多了，真的。是的，如果它要將它由
跟埋手踭嘅話咧，佢就冇辦法將呢個夾就跟埋一齊水平轉啦咁樣。因為我諗佢想做翻一啲以前咧，其實八九十年代嘅設定咧，好多時個手咧，即係例如我哋玩Seta 好，New Gundam 都好，其實手嘅狀態佢哋一般係咁樣樣去畫噶嘛，即係個關節係向內噶嘛。咁佢就做翻一啲，例如我要向前轉嘅時候，我都可以將呢個手轉嚟呢邊轉前少少。咁啊，都屈到手，咁令到你會保留所即係保留翻少少嘅外觀，因為一般正常應該好似咁樣樣成個扭過嚟噶嘛。咁但係你都可以留啲又唔留啲咁樣樣，令到佢睇落去擺起嚟會有氣勢啲嘅。嗯，係啦。咁或者隻手都有排攆啦，真係。係啊，即係所以我成日都話好長氣嘅，所以咪要特登自己開個 channel 一個人講咯。係啦，咁咧嗱嚟到手腕啦，你見到呢塊少少嘅手甲。其實佢都係有一個拆件嘅，為咗唔撞到隻手，仲可以可動。係啦，仲可以可動嘅。咁手就係正常嘅手波珠啦，正常嘅手波珠。咁但係佢有樣嘢幾好嘅，佢換手嘅時候咧，這個手咧幾容易掹嘅，因為佢入邊呢支柱咧係做直身嘅，咁淨係做緊配嘅啫。咁但係就變咗你揸劍嘅時候，有時你唔小心搖到把劍咧，佢可能會成隻手上咗出嚟，咁就小心玩啦。即係千隻鍊嘅嘢，永遠都係小心玩啦。係啦，咁。講完呢啲手嘅部分啦，咁我哋就講下個腰部啦。咁腰咧就今次就比較直率啲，咁就係上腰、下腰兩個關節啦。不過佢個造型好靚，佢做翻嗰種巢嘅紋咧，即係無論呢一個心口，即係或者個腳底啦，同埋條腰咧，同埋呢個大髀咧，都好靚。係啊，咁就腰咧，佢下半嘅關節就比較緊啲嘅，上半好啲。咁但係佢喺去做一啲可動嘅時候，你都見到佢 keep 翻腰型嘅，即係例如腰到個胸嘅位置係有向上斜翻上去，令到佢個整體性睇落去好啲。因為其實呢個位置要 keep 直keep 到咁闊咧，去轉個腰咧，其實對數嘅時候都比較麻煩啲。咁但係你會見到佢有心 keep 翻。咁除咗左右轉嘅時候咧，佢呢個胸同埋下面呢一片甲咧，其實都分咗件嘅。咁佢都係為咗俾你去做一啲可動嘅時候，佢能夠遮醜啦。即係向後轉腰，咁就向前轉腰嘅時候，你會見到佢縮咗入去嘅，係啦。咁向前轉腰，咁但係向前轉腰咧，無奈地佢就會俾呢件夾就稍微頂咗啲。咁去到下面呢件夾嘅時候，佢就主要係一個波頭裝住嘅啫，咁就冇太大嘅可動。咁所以如果你轉腰就要小心啲呢件啦。哇！咁快開始轉啦～系啦，系咩？咁啊，裙甲嘅一啲可动啦，咁裙甲咧就呢、這个可动就比较低少少，因为佢后边咧只有一支波珠就装翻落去，咁就佢只能够做一啲比较基本啲嘅摆动嘅啫。咁抬腿啦，抬腿正常，系啦，正常嘅抬腿。咁有冇特别边啲位置会撞到啊？嗱，抬腿咧，其實佢嗰個腳咧本身下面呢個咧就係一個波頭嘅嘢啦。咁若然你玩得唔小心或者太大力嘅話咧，其實佢本身嗰件外邊嗰件甲有機會會壓花入邊嗰個部分嘅，所以玩咧就自己要就住個施力嘅部分啦。咁就抬腳啦，咁然後屈膝頭哥，其實膝頭哥都係啲相當勁抽嘅。佢應該同個手踭都係一樣設計喎。係啦，咁佢膝頭哥咧，你會見到佢後邊呢度咧係基本上。冇畫一個好明顯嘅關節嘅樣嘅，佢全部 keep 得翻曬個外觀嘅，係啦。咁佢轉嘅時候咧，你會見到個好快一步嗱，主要轉咗下半先啦。咁你見到前甲跟住轉啦，咁又轉到嚟呢個位咧，咁就會開始係大髀呢度後邊有一件會揸入去嘅，拉出嚟係啦，呢一件佢就會走翻入去嘅，縮咗去係啦，咁就係咁樣啦。咁好靚，不過就遺憾地嘅正面呢度就會有個窿。系啦，就會有個窿。呢個失真啲喎，少少啦，咁就係咯，呢個位啊爭啲啦。咁然後咧，腳咧就腳趾嘅可動就比較似膠雞架啦，就係、是、下面就有波頭。exactly 只膠雞架添。有三個波頭就裝曬啦，咁然後呢啲位置可以喐啦。咁包括中間呢個咧，亦都係可以喐嘅。咁就前腳趾一啲爪嘅部分啦。主體的可動是去到咁多啦，咁我哋夠唔夠時間可以裝埋個啲架撐咧？一係鏡頭外裝，一係就好快，因為仲有兩件。一係就直頭交俾呢一個阿家，
哦，裝就裝就都可以好快嘅，即係一係俾多5分鐘。因為呢個今晚一定要做。不如講下個性價比先啦。酬緊我做啊！好啊，好啊。好咁啊，件嘢大致上就咁樣，不過都真係有啲嘢，我覺得係可以改善嘅。第一，我講得嘅就一定係 QC 噶啦。咁本身一開盒咧，其實都見到有幾個部分是刮花了的、另外本身其實剛才有講過、在腰部、胸部和 hip 那裡本身有一個位置呢，是因為會有頂甲的狀況，所以其實不爭再拍賣花了的已經。所以大家玩的時候、未玩其實已經花，所以我想玩的時候更加容易花。呢一個位置會頂到上面呢一塊甲，咁所以呢度已經其實花咗噶啦。咁另外外裙位啦，咁其實呢度未必影到嘅，咁亦都係花咗嘅。咁另外就住本身灰色入邊嗰個大腿位咧，其實係見到一個比較大嘅凹痕嘅。我諗呢度已經影到，哎呀！呢度已經影到噶啦，咁又係開盒嗰陣時已經見到，唔排除係擺入盒嗰陣時咧，係由於個大腿同埋呢一個灰色嗰個位夾得太耐，所以就變咗有一個凹痕喺度。咁呢個其實都難搞嘅。咁最後都唔係最後嘅，本身都想即係留意翻佢本身其實嗰個腳係靚嘅，咁但係頭先講咗啦，其實喺個貼地性嚟講咧，其實就一般。因為我覺得其實如果在個 後腳趾的位置呢，在個關節或者可動上面可以再提高一點，就不一定要用了腳趾甲尖來做這個貼地的，那就變成在企或者即避免刮花的情況都會有改善。那真 我自己覺得應該真的最後了，就住這一度這一個手關節位，其實它是就這樣一支直柱裝落去或者插落去個手臂位嘅啫，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位咧係幾易甩嘅，咁所以大家玩嗰陣時候，特別係裝咗呢個臂盾嗰陣時咧，要留意翻，因為其實唔裝有時都會自己甩，咁咁重嘅嘢掛上去咧，就真係要留意，因為呢件嘢其實好靚啊，你一跌落去，即係縱使係矮都好咧，都好易花，咁所以變咗都要角會斷，係，所以真係玩嗰陣時候要好小心。咁啊，時間嘅關係啦，咁過程我哋就唔理啦。咁裝曬架撐上去咧，就係咁樣，哇！加埋燈就即係呢個真係無敵啊，大佬。係啦，淨係嗰撇火都已經值回票價啦。OK， 好重啊！我係打手嚟噶，我跟阿水哥學噶呢啲。OK 喎，係啊，揾啱師傅喎。係啦，咁你會見到啲火好勁抽啦。咁個火比較重，如果你就咁企落地嘅話，我普遍就建議你就一定要裝支架或者挨住個牆。其實有冇可能裝住啲火嘅時候可以攞喺手度玩咧？佢時一拎就跌咧。啊，可以嘅，可以嘅，因為我冇插得好緊啊，因為頭先唔係好。但係本身有道好，其實佢裝咗火咧都實嘅，只不過係唔適合我嚟企啫。OK， 係啦。但係真係鬆嘅位咧，反而係手爭。係手爭係爭啲嘅。好啦，就咁多啦，轉頭見。好，時間緊迫啦，我先。呢個今晚一定要走嘅。我撇啦。你玩住先，玩住先，玩完先，我先攞翻。冇計，冇時間，手點俾我？